我在藏线，跟你说多少遍了？藏啊！那我不刚刚在藏吗？ 你是谁呀？你确实吗？现在开始吗？所以我们这一趴都被录下来了？不知道。啊？是不是看别人东西不太好？就安静坐着吧。不可能。我说等会儿，等老师们进来了就跟你们说。 啊，是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出在我们还是怎么样。对不起，老师。几个分钟，你们自己看一眼。什么？这招这么有效啊！ 影帝啊，老师们，老师你怎么演的？还帅不？还帅吗？奥斯卡！真实的啊，真实吓到我。可是我刚才会觉得这个感觉是什么线索？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更多有趣花絮就在下期节目见喽。